Li Shengtang and Huang Xinlin are magicians hailing from Taiwan. They were in Singapore recently to showcase some of their snazzy tricks at the Natas Fair. 哦，因为我是第一次来，所以我觉得这里很特别，就是第一个就是树木很多，空气都很清新，所以我觉得这边都好干净，然后空气都很棒这样子，所以我还觉得这个地方很好，还蛮喜欢这里的。啊，在这边最特别的地方呢，就是因为现在台湾啊，寒流来了，然后就很冷，然后我们洗澡都要洗很快，有没有？但是在新加坡就非常温暖，对，然后感觉非常舒服。Earlier on in the week, they visited a local primary school where they performed to a crowd of excited children. 我带来两段表演，我第一段表演就是用气球来做互动的脱口秀，就找一个小朋友上来，然后把大家都逗得很开心，然后他们笑啊欢笑，然后每个都真的要上来拿那些礼物或东西。那第二段呢，就是带来我的压轴表演，就是一个人入大气球的表演，一个特技的演出，这样子就带来这两段表演，然后小朋友都还蛮喜欢的这样子。那我的表演呢，就是以水果为主题的一个表演。那大家都知道台湾的水果非常非常的好吃，所以来台湾一定要吃水果。对，然后第二段表演呢，就是可能变出小朋友最喜欢吃的零食啊，或者是爆米花啊之类的。所以我都是走这种，就是小朋友会很开心，然后会拿着食物下台这样子。对啊，你们有到台湾的学校里做你们的表演吗？有啊，我还蛮常在台湾的学校，比如说国小、国中跟高中做表演。像有些学校他们会在早上招会的时候，就是会请我去做演讲或表演都有。那有时候老师他们会集体起来做一些训练，也是找我去表演或演出。我比较少一些啦，我都是比较大的，像是校园演唱会或者是毕业舞会那种比较全校参与的活动比较多。对，慈善机构也有，慈善的学校也有。Having created much excitement in Singaporean audiences, the reception from their countrymen is dependent on more factors. 那你们觉得台湾的观众是怎么样的？台湾的观众吗？台湾的观众因为节目的关系，还有网络的发达，所以台湾的观众胃口都很大。因为台湾那个，比如说我今天去一个地方表演的话，那他们可能看过电视表演，他就说啊，那个我看过了，然后有没有新的表演？那如果听到这样子的话，所以我们现在不断的去创新出新的东西来。台湾的观众也都很热情，所以他看过你的表演的话，他也是会给你热烈的掌声都给你，可是他还是会给你建议说，因为他看过了，然后希望我们可以再更加的精进自己，那换不一样的演出。我是觉得新加坡的观众比较热情一点啊，就是可能还没有到要掌声的地方，大家已经掌声如雷这样。我觉得每个观众在看我们的表演的时候，每个观众都很喜欢，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东西表演很特别。对，那如果说以一个新的东西到一个地方，对一群人的话，你只要东西对特别，然后够吸引人的话，观众都是很热情的。These two charming magicians relate some of the most embarrassing moments on stage in the next clip.